该想找个找个那个烂多的配合，做一个栽培，时间好不好？这条狗呢可以说是巨比了，70多斤，接近80斤。这大哥养得非常好，现在呢是肥狗哈，可能在80斤左右。我来看。牵脚，牵脚。牵，嗲嗲嗲那个嗲。好，就这个。你把箱子撑好。我们箱子撑好，有点大。好大的力，你吹了，不行不行，来来，没劲过。人家就越干的。摇动不？就可以。好大啊！哈哈。我们专门装狗那些，很有经验。哎呦，看没？哎，二姐。哪有那么80斤咯？有哦。地龙。那个头好大呀！出来！把箱子弄的，他不好意思、啊。哇，好抬呀！